1月3日中午，章子怡晒照宣布自己已生下二胎，汪峰随即转发并透露老婆是顺产，孩子7斤8两。孟美岐也立即转发章子怡的动态，为其送上祝福，恭喜子怡姐，祝我们的小王子生日快乐，希望他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。此前章子怡曾猛夸孟美岐十分敬业，并为其送上鼓励。孟美岐更在某综艺中扮演章子怡的经典角色，两人近来互动多多，感情很好。